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八爪鱼接子。已经好耐冇接子啦，因为我已经好耐冇，因为点解好耐冇接子咧？就系因为我上咗中学好比较多考，即系话 exam 唔系 exam 啊，系 quiz 啊，同埋嗰啲 dictation 嗰啲，所以就冇乜时间拍片。咁就嚟万圣节啦，咁我哋喺提前万圣节之前咧就。接啲萬聖節嘅嘢裝飾下屋企。咁我哋今日需要一張橙色嘅紙，或者你可以兩面色嘅，即係最好就係呢面係綠色，呢面就係橙色，最好係咁樣。如果冇嘅咧，即係話普通人可能都我即係話普通想接紙嘅人可能冇呢啲雙面色嘅，冇雙面色嘅紙就可以用我呢種方法，因為我係。用單色紙，所以就俾你哋睇下用一支筆點樣，即係話將佢嘅呢個位畫上去，呢個都係畫上去。咁我哋就開始接啦。
粒，接到呢度咧就將佢呢個病油上顏色，因為如果你係兩色紙嘅話咧，就唔使油顏色噶啦。拎一支筆，如果你用 marker 咧會方便少少，因為會油得快少少。先呢一邊油一油。翻過另外一邊，跟住全部都，即係話你揭過去就全部都要油噶啦。好，最後一面。如果你用兩色紙咧，可能會方便少少嘅，就唔使每面都要油。好啦，個成品就變成咁樣啦。咁我哋將佢攤翻開。咁一個南瓜就製作完成。如果你想將佢個柄咧扭一扭，咁樣會更加逼真。咁今日嘅視頻就到呢度啦，咁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